去贴对联去。走着，每年在家都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妹贴家里的，这是结婚的对联呢。辞旧迎新，龙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，迎春接福，年年顺。搞定，回家做饭。开始做饭喽！奶奶今天教我炖排骨。哎，鱼在哪，奶奶？我这吐出来鱼的。奶奶，鱼在哪？鱼。不是要洗鱼吗？行，比我买到肉厚多了，挺宽的。兰青不信，兰青以前说烟台买的鱼就很大，说我吃没有，你说的是我买的就三分之一大，这就其实一半吧。媳妇儿上门就开始做饭，听了奶奶指挥。先清理一下这个，一大锅排骨炖上，奶奶的独门秘方。奶奶指挥就是，我就这个是锅巴，到这再下锅浇油。哦，这老慢慢上色。有模有样。这就搞定了，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葱、姜、蒜。下油，记住下油了啊！好。到我了。我看这香油是好油。花生油啊，这是爷爷炖的。你闪开，奶奶别见着你啊！我这个就得闪啊！哎呦，香还是老的辣。千滚豆腐万滚鱼，这个是排骨，你尝尝。哇，好香！你这开始偷吃模式，还打手指头。再炒几个素菜。蓝大厨要做他的拿手好菜。这是简易做法。来，记录下这个珍贵的瞬间，红红火火的。下，哎呀！口粮就开喝了，做好饭喽，多么丰盛，准备开吃。来，新年快乐！噔噔，新年快乐！好。杀鸡汁儿，开吃。嗯，先尝尝跟奶奶学的秘制排骨。不知道，快吃奶奶，我自个儿煮自己的。对，2024年身体，杠杠的，杠杠的。行，味道，你甭光吃那啥，爷爷。啊？你加菜吧，我给你加一碗吧。哦。嗯。你看入味了。哎，奶奶入味了。啊，入味了。行啊。嗯。嗯，麻吧，不麻，我感觉正合适。你看那个鱼，我没搞料。中国酒魂，汾酒啊，啊、哦，最好的酒之一。嗯，好吃。对，带鱼最好，炖炖炖炖带鱼。奶奶的秘方、哦。奶奶炖的带鱼也好吃。这不奶奶说你不想吃炖的，本来打算炸的。炒好。奶奶要那个白酒喝。干了。跟你。吃完饭了，吃的老撑了，现在一点都不饿，搁家里出了吃还是吃。然后中午学会了炖排骨和炖鱼，跟奶奶学了两个大菜，开心。一会儿下午再出去溜达溜达，晚上继续吃大餐。